到我们已经完成安装，那么有关适应转功能的测试也都告一个段落。那目前把这些报告来做一个整理，来送给我们的管制单位联能会来做一个审查。那希望对我们大家有一个交代，就是确定这个电厂的设计跟安装制造都是安全的。好，那这个部分当然联能会也非常的谨慎来做一个审查。好，那一号机的部分。虽然政府宣布封城，但是有蛮多的系统其实都已经完成适应转，那为了要确保它的功能性以及等等，所以我们都做适应转的状况来确保它的安全功能是符合的。那这个都是比较像我们一般电厂在进入大修之后还是有一个系统的适应转，那蛮多的贵宾其实都有参加我们的会议的话，那这个部分我就不再赘述。那今天的行程，一号机的部分到我们的一号机的 ACV 进入，那大家看到现在的情形，然后到我们的控制室做一个参访，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控制室是完全比照运转中的核能电厂在持续着做运转。那看到这些之后会参照着，这些人其实还是要有他的运转执照的认证，那么要通过原能会关于这市场的考核来确保这些都是适用的人员，所以相关的模拟器训练这些都还是要持续的来进行。所以我们第二个点回到我们龙门电厂的训练中心来看模拟器，来看一下整个训练操演的情形这个当然是今天我们为整个行程的安排过程。那整个事情整个时程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简单跟各位说明。那当然如果时间来得及，最近我们把我们的整个龙门技师做一个龙门故事馆，那希望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我们会到我们的龙门故事馆来做一个参观参访那会把我们整个龙门的故事来跟各位做一个呈现跟说明我们即将进入我们厂区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保安管理这些设施都已经在运作中来确保即使是封城期间相关的设施的安全还是要有当然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人力等等都是依照运转中来做一个处理。那我们已经进入我们一号机的厂区，那在前方是我们的龙门电厂的行政区，整个龙门电厂的行政办公室区就在前方，那未来都会做一个管制。那在我们现在的右手侧这边是我们变压器区，我们变压器区都已经受电中我们就把电送到我们从我们的开关长再送到变压器区，再送到我们的机组来提供给我们封存期间所需要的电源。OK， 那我们即将到一号机的 ACV， 还是拜托各位大家我们如果有带这个摄影器材，我们待会还是要做一个管制那不要担心，我们待会下车之后，在我们的 ACV 会有提供一个储存的场所来跟各位做一个保管。好，那我们就请各位，我们在不好意思，人员进出的管制厂房就是前面这一栋。那提醒大家，我们的安全帽还有就是的条码卡。好，谢谢。让我摄影呢怎么办？什么办法呢？这样不能摄影，这样不能摄影，这样违反规定。你这个等一下要来，你要好管。OK OK。这样不能这样摄影。对，因为大家都在